你抢人无顾道义，这是破坏规矩。我无希望家属为着你的野心，这是个伤害。一定要跟我喊着，你到底是不是？你本来就是好家长，好。既然你这么爱做老妈，好啊，你就继续做你的老大。完全无去顾虑到我的心情，我嘛是想要保护你啊。我家己会晓保护我家己。我今日上班单纯叫我骗去啦。我无遐讲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好啊声。我是来找像我共爱人的人，想要到竟然是你。卡叔若是因为安尼去耽误着你的工程，那你讲替你哦调度其他的工人，啊，若嫁出来工资我讲替你付，算是我弥补对你的损失啦。免。既然你坚持要甲伊牵连着的，我只好以这个名义替伊辞职。三姐，徛你总裁的立场，我已经参与公司重要的计划啊。我若是即摆辞职，总裁当然有伊顾虑啊。家秀已经讲得真清楚啊。你是要家己出去，还是我请秘书送你出去？行，把人带走。你们等下林浩刚人带走啦！哎呀，慢点，又来又去啦！等下出事啊！啊啊！真、啊、疼！这是世界集团的工地，你想要做还是等老板？既然你这么爱做老板，好啊，你就继续做你的老大。以后慢过来找我。啊，无啦，叫我好代志不是安尼。我都跟你讲，我无代志啊。不相信你看，呵呵，原来你是讲白话哦！你从头到尾拢无安怎，你根本就无法度听。总裁，要继续抢世界集团的生意吗？当然要继续抢，只要把世界集团的生意拢抢走，林志玲对个下场。想袂到赵天宇做代志手段遐尔卑鄙，我是不是应该要甲家属讲啊？赵天宇这个人为着目的不择手段，你继续留在伊的身躯边，你早晚会受到伤害。我无希望你跟我行同款的路。我唔是囡仔，我家己会晓保护我家己。我今日上班单纯叫我骗去啦。我无遐讲。